身為逆風的你咧，咁球迷咧會覺得你的身體對抗性係比較差咁樣。你自己有冇諗過點樣去克服呢個缺點？會唔會係喺飲食啊，或者係多啲鍛鍊身體方面加強啲？其實細粒嘅球員，我覺得都係比較靈活啲啦，唔可以話力量型啊。咁如果係鍛鍊嘅，都是爆炸力啊、速度方面去鍛鍊咯。咁即係你話再改變我的身體，我想改變不到咯。都20幾歲了係啦，定咗型啦。咁你自己在球場上最大的目標是咩咧？落到場個個都想贏㗎啦，但係即係我嚟講就好想表現自己的腳法啊，就令即係隊友的即係製造助攻俾隊友入波咯。我覺得呢樣嘢我喺球場上想做到嘅嘢。